我们是舞剧《千手观音》中的主演。舞剧《千手观音》是我们尊敬的张继刚导演花了7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一部舞台剧作。我们挑战了舞剧中史上最难的托举。一般的托举是靠手或臂去完成的，但是我们的托举完全不需要手。我们在练这个托举的过程中，他无数次从我的身上摔下来，每次摔下来都是头先朝地。但是不管我们摔过多少回，都愿意为大家呈现最美的舞蹈。只要心中有光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就要伸出双手播撒温暖。大家好，我是舞剧《千手观音》中三公主的扮演者，我叫薄玉洁。大家好，我是孔子的扮演者程帅，欢迎两位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欢迎太原舞蹈团常务副团长刘团长。
舞剧《千手观音》呢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家、著名导演张继刚先生历时7年精心打造的一部弘扬人间大爱、传播人类真善美的一部舞剧新作，是由太原舞蹈团承担制作跟演出的。我觉得舞剧《千手观音》，特别是《千手千眼》，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所见过的最多的手聚合在一起的舞蹈。而舞剧《千手观音》的双人舞，它不是男女主人公的一种爱恋关系，它是一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。在这个《千手观音》的双人舞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佛在心中。两位表演的这个片段啊，《天地之爱》也是这个剧集当中非常精彩的一幕，第一次正式的在电视屏幕上展示给大家。刚刚我这一段双人舞就是童子，刚开始是一个反派角色，然后直到就是他遇到了三公主，由于他的善良、他的真诚，感化了童子，最终这个童子就跟随三公主一起去寻找那朵莲花。然后这一段双人舞是他们在寻找莲花的过程中，就是太累了，然后就给休息睡着了，一段舞蹈，就是在梦境中的一段舞蹈。这个舞蹈看得我心惊肉跳，我整个过程中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你脱手，怕你一下子失足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在跳戏，太难了。你们两个排的时候自己会有抵触吗？刚开始排的时候会有抵触，就是跟您一样的心情，我自己做的时候都心惊肉跳，甚至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往下摔。摔过多少次？无数次。有没有受过伤？这个动作？受过很多伤吧，就是身体的几乎从头到脚的每个部位都会跟地面有零距离接触。因为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说你摔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摔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我对这个东西有恐惧感了。对，就是你摔成那样以后你还怎么表演？因为我要放弃了以后就代表我失败了，所以我要自己一遍一遍的去努力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这是我好像第二次在起舞飞扬的舞台看到张继刚老师的作品。我上次看的是天族，那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双人舞，那好像看到一幅画，就是包括一开始那个男生抱着女舞者的那个动作就打动我，我觉得好像就是端着一尊观音。那我也很喜欢这整个音乐，让人看这个舞蹈的同时有一种很祥和很宁静的感觉。大家刚才看到很多特别精彩的地方，方便跟我们分解一下吗？好。舞蹈史上托举技术最高难度，来，看到了没有？我看见这个动作呀，我想起来继刚他经常他喜欢说的一句话，就是他说独辟蹊径，勇开先河，他就是愿意做别人不做的。然后呢，在不可能的事情上，你比如像刚才这样的，他实际上用了什么呢？物理的这个杠杆原理，他完全是物理这么样起来，就是在不可能产生平衡的时候让他出现平衡，这就是张继刚。而且沈老师他刚那个托举，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双人托举你不免都会有手的接触，他完全没有任何手的接触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我觉得是陈帅跟的张导的关系比较僵，就故意在为难他。你这个舞跳完了以后，你再跳别的舞你不会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最后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了。还好还好。这一段舞蹈难度难在它是人和神，不是两个
一男一女，他是在表现人对神的敬畏，反过来也在表现神对人的生命关照，他透着一种慈悲，好像感觉神在依顺着人的意愿，所以这是一种大爱在里面。谢谢谢谢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天地之爱的打分时刻。我觉得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太多，可能有时候你只能去体会，无法用言语去表达，所以我要给出的分数是个位数是零，十位数是零，百位数100分。我觉得它是艺术，也是一种享受，所以没有别的话可说，我觉得一定要去看，走进剧院去看你们的表演。那我的分数是个位数是零，十位数仍然是零，百位数100分。这真的是一个天地人和大爱大美之作，这样的作品不弘扬，弘扬什么作品啊？陈老师的分数仍然是100分。我觉得我们如果四人都打100分也不会过，但是作为这个舞台，我还是特别想要鼓励那些草根舞者，所以今天我的这个分数可能会有一点点跟老师们的区别。各位数是五，十位数是九，95分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入奥特特区，去看看天地之爱到底会选择哪一位评审把它 out 掉。之前呢，休息一下，一段广告，待会见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湖南卫视2013全民创意舞蹈脱口秀《起舞飞扬》的现场。接下来就要看看刘团长还有两位优秀的舞者会在奥特特区到底 out 掉哪一位评审呢？老师说声对不起，不是，没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点评远远高于您给我的分数，所以我愿意抛弃这样分数的一个光环，去接受您对我的点评，因为只要您的点评，我才可以不骄不躁地走下去。太棒了！恭喜三位，天地之爱拿到了295分的好成绩，所以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。